哦，小严，今天带了什么好东西？这个是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能值3500万两的吧？爷，我说的是阿斯玛，不是阿萨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一个能喝，一个能抽。你早说，别这样，我们走。Later， 这个是阿斯玛平时用的木叶牌打火机，我们刚刚已经把它干掉了。小爷，我们这边看不到人是没有办法付钱的，真的干掉他了。不信你问飞段。老板，老板呀，这下可是如假包换的木叶阿斯玛，给钱吧。叫他妈的，怎么长得和悬赏照片里的不太一样啊？哪有人永远长一个样？我以前还是个黑长直呢，你敢信？你不是说已经干掉他了吗？回光返照吧。那木叶的忍者也戴邪神教的项链？在这，起来吧，露馅了。佳佳，你好像最近很缺钱的样子。炉子里有个败家娘了，很难不缺钱。这次我准备干一条大的，把悬赏名册里面最贵的那个给当了，奖金足足有2000亿呢。Tomorrow。你就是那个人头值2000亿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战斗数只有2000亿呢？嘻嘻。